邵杰保护下来，前场篮板，转身扣一个漂亮，邵杰，漂亮，这是一个足以让全场沸腾的扣篮。邵杰今天对位上对上郭建，三分球漂亮，这不是邵杰的常规武器啊，防下来。我们说邵杰有推进的能力，漂亮，百青篮下打进，两个内线球员之间的配合，刚才的那个快攻上篮也非常的飘逸，分篮下，邵杰扣一个，这球是算进了，有点相似，都没有什么手感啊。北京大学请求暂停，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交流。其实威廉来了，差一点，哎，好球，放胆上场，还是传出来，王涛，邵杰造成犯规，确实这场比赛我们的篮板球输了太多。邵杰三分球再来一个漂亮，今天的三分线外，邵杰两次发炮，两次命中，遭遇困境没有办法取分啊。邵杰来一个漂亮，这种关键时刻就需要邵杰往里杀，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，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。我刚才说这是一个造就明星、造就英雄的时刻，加罚命中，对方的头顶上摘了一个篮板，邵杰打中，漂亮，这是王邵杰的特点。王邵杰怎么做选择，转身，刘玉辰三分球歪了，这个球邵杰抢下篮板暴扣，漂亮漂亮，这是王邵杰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暴扣。北京大学的进攻，邵杰打篮下命中，王邵杰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啊，确实需要这么打，这就对了，保护下来，前场篮板，转身扣一个漂亮，邵杰漂亮，这是一个足以让全场沸腾的扣篮。王兰琴今天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，漂亮，邵杰又一个暴扣，邵杰传出来，张宁三分球有了，漂亮，张宁，张宁关键时刻就像他在这就是灌篮里的表现一样，把球发出来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，全场比赛结束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北京大学获得了本届 CUBA 东北赛区东北王，这是北京大学在近七年的东北赛区的比赛当中获得的第六个冠军。